我哋搞掂啦。不過話時話，你再咁諗，你喺呢度做乜嘢？哦，紅色恭喜嘛！
嗱嗱，咁我未追到，但唉，你都唔睇翻佢，搞錯啊，大佬啊！你居然仲喺星期五主辦好咗戲劇比賽咩？唔想都唔想。比賽完畢，十五分鐘球隊以十比零大勝，為已進至自己齊齊下而登高同一隊足球隊，成功取得第五屆大事到。就是因為有足球同學的一句諷刺，引起了警方的懷疑。經過一輪調查，美斯被控告在大時代杯收受利益、虛假作賽，被判入獄五年，而肥波呢就繼續逍遙法外。在五年後，咁好，請出嚟。
飲嘢啊？其實咧，我係想組翻隊啊，足球啊。咩啊？仲組足球隊？喂，一家親啊，日日都幾千萬 yen 上落噶嘛，大佬。話係咯，做乜仲講翻以前嗰啲嘢啫？你而家成日話踢波，以前最揾得錢嗰個咪係你。其實嗱，聽我講，而家揾埋好工，即係向上爬咪算咯。踢波邊揾到錢啊？但係以前我哋好開心噶嘛，我未以前揾錢，而家還家啦。係係咁，今日多謝曬老師，拜拜，唔知啦。喂喂，唔通人喺呢個年代真係唔可以追尋自己嘅夢想咩？睇你，我都要揾份工啦。年青人，不夠快放棄嘅咩？你係叻教練，你知你想踢波嘛？得，聽日嚟球場我當有三個驚喜俾你。嚇？咩驚喜啊？明白啊，教練大，但係今日真係。
你唔堅持，點樣成功啊？繼續啦，嚟加油，你得㗎，我會啲。係。識跳。咩話？識跳啊！識跳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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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識啊！對住。其他人去邊啊？你知道嗎？人哋做咗你廿下嘅，你做好啲得唔得？對住咯，冇啊，夠啦，我今日啱唔到教練噶啦，冇錯啦。喂，唉，教練，出出下啦。芝麻，而家我建議，我建議萬你咪循序漸進，你做十下先。嗰陣咧，休息陣咧，做廿下，最多廿下，得唔得？係，咁就芝麻。都幾少下？揾錢，所以以前我都係跑步嚟，咁樣行行企企，得閒就轉下珠咁樣。乜教練都唔理我哋嘅，係咯，係啊，睇至少唔低嚟睇佢，睇佢。唔係，今日卅幾度，咁跑下，幾時都變幹事啦。哇！咪就係咁打份工啫嘛，心薄啊！教練又係嘅，咁佢癲喎真係。係呢個年代唔方便揾到錢啦，投身金融先至有成就嚟噶嘛。算了算了，我理佢哋啦，走，哎，走，走，休息下啦。好，教練你點啊？做乜嘢啊？冇事冇事，玩下啫。真係冇事。我玩你，因為我係嚇講乜嘢啊？係啦。我唔明喎。自己玩啊！美斯啊，
成了咩？我一直追你10年啦。其實我睇得出啊，你足球係有感覺噶。點解你出埋啲感覺咧？對唔住啊，教練，對唔住啊，但我已經盡咗力噶啦。你哋咧？咁你哋有冇錯啊？我啫，聽得唔好啲咪得咯。Yeah!
係你哋啊！估唔到你哋啊！仲有面臨喺呢個啊足球界嘅喎，你睇你哋隊都唔知咩嚟嘅，我唔使俾佢俾錢你哋打假波啦，俾錢啊你啊，小心啲啊！一陣打得唔好，人哋以為你又打假波啊！走，陣間你哋要加油，唔好辜負咗教練對你哋嘅栽培。快上前場啦，各位！好，上啦，大哥們，我哋試下睇下。第二個類嘅 B 輪啱嘅，全部大頭咁樣撳嘅，但佢三個係咪夾得住？唔緊要，次季白佢夠一半，全部啱啱到嘅 A 輪 ，A 輪拉高一隻夾咗啦！不過你今日暫時領先，不過散射隊今晚今次要你留翻控球，只有一直衝衝到龍門尾先前面。下個場狀元結束，我哋終於贏咗啦！有我喺度，入波冇難度。我哋得啲 OK 啊，反正都贏咗啦。好啦，搞掂佢，我哋而家話俾教練聽，我哋已經得咗啦。好嘅，嚟到下半場啦，跟佢哋廿分節就八點上波，八點上波，之前一兩球犯嘅都俾美斯救咗翻，完場嘅雞聲響起啦，再跟嗰隊一比零。主席，沙利西球隊捧走本屆嘅大時代杯。